再来换这个题目，好，这个题目好，来注意看，它已经有这样子造型了。好，我们先从这里好了。好，接下来，这里两个单位啊，这里一个单位，所以接起来是在这里。这里缺掉了嘛，对吧？这里缺掉一个嘛，宽度是2，这里3嘛，好，所以这里不见了。这里是3哦，好，这里要缺掉嘛，好，一样，我们先拉，这些线平行线，再来往这边一个刻度对上来，才可以找得到这一条线哦。所以这里是找出这，就画出这个等角图了。